我要成为最速传说，最速跑到台北，最速抽出一番赏，最速花光钱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。谢谢。那好运旺旺来，刘德宝，希望留得住，好运旺旺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可妹，我们来到了最速一番赏的店，托比玩具。没有错，这里竟然有进迪士尼的小美人鱼公主，迪士尼公主一番赏又来了。这次的一番赏超级用心，我一看我就冲，我就最速传说。让上一次的对比起来，真是了无新意。这次真的是非常用心，就不知道大家公主里面最喜欢哪个公主。其实我是。我最喜欢长发公主，但是上一次的真的做的不够惊艳我。他昨天看到新的就一直拿旧的跟我吐槽。对啊，为什么我的乐佩做的那么肤浅？但不得不说，这一次迪士尼一番赏又用心了。我们来介绍有什么好奖品吧。Go。首先呢，是我们这次的 A 赏是艾丽儿跟小比目鱼趴在岩石上，而且还有花花，太可爱了吧，树叶，头发飘逸的感觉，这个不管放在哪里都很好看。然后 B 赏是美女与野兽的小贝贝，它感觉是很舒服的材质，软软的，它颜色是那种很可爱的鹅黄色。C 赏是妹妹超爱的小包包，我超爱，我不是爱小包包，我是超爱这个比目鱼，它的黄色跟这些绒毛柔为一体。然后蓝绿色做刺绣，好漂亮。白色的是那个美女野兽的茶杯跟她的阿奇，然后她的拉链这边的背影是那个紫色，然后你这个蓝绿色，我觉得她连拉链这边也做得很用心。这次四款的杯子竟然出现了超特别的仙杜瑞拉、杰克与葛斯，然后还有艾丽儿的小比目鱼塞巴斯汀，它都双面图案哦。然后茉莉儿的公主，茉莉公主。的母老虎叫做乐雅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雪宝跟 Elsa， 我觉得好可爱哦！我超想要灰姑娘的那个小老鼠，胖胖葛斯跟杰克，我超喜欢的。你嘞？我要小比目鱼的包包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比较小赏，有一赏的画板，它这次图案蛮多的，所以你喜欢的各个公主都有出现在上面，有点复古感在上面。嗯 ，F 赏的小吊饰，然后都有他们各自的颜色代表。然后另外我很喜欢的是，这次 G 赏有出两款比较大的毛巾。一个是彩绘玻璃的美女与野兽，我觉得这个很漂亮，颜色超鲜艳的。而且它是变成人的时候，野兽变成王子。对对对对，终于变人类了。变成人类的时候，我认不出来。你每次都叫她辛杜瑞拉，你也没有认出这个女生是谁啊？另外一个是复古的仙杜瑞拉，我超喜欢这个画风。教母好可爱啊！就是这个之前做成那种书的时候，我也会买。复古美式海报的感觉，好看哦。我喜欢这个，这个很像那个曼秀雷敦的感觉。讲完我回不去了，曼秀雷敦。曼秀雷敦的白雪公主，她这个是做圆形的，雪宝啊也会做不同的形，然后我们的灰姑娘则是有一点菱形的形状。长发公主，我觉得她的图案有点像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，对，然后是做有点花形的，可是现在大的实在太吸引我了。我们呢，非抽 A 不可。一定要带 A 回家 ，Give me five， 好，完蛋了，来吧，最速传说，最速抽出 A B C D， 高，嘎 D， 开始，A B C 都各两个扣的，我们最爱的就 A 跟 C， 我们最爱的碎石，我们最爱的碎石，他很幸运哦，我们来看幸运流流，来感应一下幸运流流，好，他刚才好像看着这个，究竟能不能成为最速带走大奖传说呢？恭喜发财哦，我脖子上有小红包 ，Go！ 是，换你，我好紧张啊！我也好紧张。是 ，F 训训，你是吊饰，换那比尔，比尔不请自来的抽出一张，虽然他对公主只知道仙杜瑞拉，这是我们有没有？你打到我的头了，让我小心一点。六六加持过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究竟能不能三抽就回家呢？闭上！什么？闭上！闭上！什么鬼？比尔抽出了闭上！我要过一下，我要过一下，我要过一下。听一下，听一下。嗯啊！不要骚扰他。最速传说 A 上。我有毛巾的。妹妹，你今天来干嘛呢？
我们的 A 跟 C 可能只有他抽得出来了。哦，是这个，这个在刷锅啊，这个对不对？丢丢，好输哎吼，再再输一句哦。对，我们好像邪教，姓刘的哦，得永生，这就是我们的教主。继续上啊，可以可以，毛巾来了，交给我。噔噔，你在回头是什么意思？我以为可以一个华丽的转身，带来一个好希望、好信心。来来来来，丢脸！为什么是一？换你了，抱着孩子，我抱着他。我记得柳柳上次来的时候好小好小，他上次来的时候就直接抽出大奖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想回家了。这一张，这一张哈。啊，我听到了，加油！哎呦，妹妹，我还有压力。我们请我们的小财神回去他的车窝睡觉。我睡一下，加持一下，决定是你了。煽风点火，就决定是你了。滴滴，你是滴，你是滴加滴。我想要。拜拜。嘿，一，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？我们都被碰了，当比尔。哎、欸，每次我越想要什么越得不到，这就是我的命啊！我不想要钱财，不想要幸运。F。哦哟，你好的不学，学一些有的无的。就是你了。我先退出了，拜。噔噔，慢慢的来。太的 G 老板，你很久没抽了呀，自我了结吧。A 上 G， 然后再这个，然后这个，然后告诉大家 B。哇，哎呦，两个 B 干嘛啦？哟，为什么啦 ？A 或 C，A 或 C。B 上，来吧，我们三个集结运气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就这个了哦，又是 G， 你抽了两张 A， 哎，最后的希望不会抽 E， 真的假的？我不敢置信。C， 哦，厉害哟，厉害，厉害吧？厉害 ，C， 厉害 ，C， 太厉害，厉害哟。F。我以为又要出奇迹了。老实说，你往前那一步，我就想着我又少350。哦哟，我不会再往前了。你什么一？比尔抽到 A 有什么奖励？我请你吃晚餐，我请你喝饮料，我帮你拿。回，拜托。G。哦一哦一。那。那可以，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那个不小心掉下去的。我们刚才其实要选另外一张，可是它掉下去了。凡是 lucky 必 lucky， 换奖品，换奖品，好开心！这是我们耀眼的战绩，这个都是后面抽出来的。故事告诉我们，坚持到最后。这次迪士尼公主的一番赏，满分十分，我给八分。噔噔噔噔，我很喜欢诶、欸。虽然后面我们一鼓作气一直中，不然前面其实真的很不幸，就后面噔噔噔噔噔。A 上我真的觉得很漂亮，上次他那个气泡艾丽儿我也很惊艳，但这一次的哦，跟我们的美人鱼放在一起都好好看哦，每一个展示柜根本就是梦幻到不行了。我们的 B 上这个毯子啊，它后面是带绒的，毛茸茸的哟，所以它厚度其实是有的。我有两条毯毯，一条就抽给我的会员。那如果喜欢我们，想支持我们，也可以加入我们会员。除了会送明信片之外，也会另外抽一些礼物分享给大家。那在填明信片表单的时候，我也会再问大家有没有要加抽。如果有要加抽的人，再记得帮我打勾就可以喽。C 赏，噔噔噔，妹妹的最爱。哦，这个真的很好看啦。然后它的里面呢是光滑面。
第一场，我思考超久，因为我也很喜欢小比目鱼那一个，但最后我还是选了很稀有的灰姑娘的老鼠。我觉得因为格斯他们的周边比较少，非常的少。它这杯子比较细长，我觉得除了当茶杯之外，拿来放刷具也很棒。所以最后决定放刷具，好看。你看，我觉得 A B C D 其实都超实用的。接下来一场是我们的画板，然后这次的画板呢、它后面就是这种木头嘛，有点像木头，竹木的扣扣扣。对，还蛮硬蛮厚实的，然后可以拿来当砧板。对，就白雪公主这上下的胶带，我觉得如果没有的话更好看。我喜欢整块都复古感。灰姑娘虽然那个眼睛超级小，可是又是我喜欢的那个复古感，所以我觉得做背景蛮好看。其他的还有我们的美女野兽、阿拉丁，然后长发公主，还有我们的 Elsa， 还有我们的小美人鱼，这些全部都抽给我们的观众。大家只要记得在留言处留下任何你想说的话，在 hashtag 可可酒精送礼物，这样就可以参加抽奖喽。F 赏的话是我们三个吊饰，仔细看的话，它的吊饰还蛮好看的。像这个雪宝啊，它除了映衬它那种蓝灰色，旁边有那个小金边的雪宝。然后美人鱼的蓝绿色跟小比目鱼，这是仙都瑞拉蓝跟他的两只小老鼠伙伴，上面还有那个会做衣服的麻雀。对，白雪公主她是一个苹果的形状，以及那个松鼠跟她的小鸟。我觉得就是，你近看会特别注意那是公主，远看看不太出来，但近看还蛮巧思的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细致的东西。然后这四个吊饰呢，跟毯子一样，都是抽给我们的会员专区。对，也谢谢这些会员，就是陪我们度过2021之外，然后2022也谢谢大家继续支持我们。新年快乐啦！然后最后呢，是这次的手帕巾，我超级喜欢这两条大的，你看这个图案饱和度很高之外，它那么大、超适合拿来做餐巾，就是拿来做个人桌巾，我觉得还蛮不错。比如说你喝茶、或者是吃一些小蛋糕，这些小脏东西掉下去，你再一起拿去洗，超方便的。另外一个图案是这个，是围兜兜啊。围兜兜也不错，很可爱。好，那我们过年就这样过了，就这样，然后吃大餐。小的是这样子，然后你看国王，国王也在旁边，我觉得这种幅画都非常有巧思。小的曼秀雷敦是圆形，睡美人，睡美人也有点多角形，然后这是乐佩的长发公主，里面很多元素凑在一起，有那个太阳花跟他的小伙伴。冰雪奇缘四个小的手帕巾，我们也会抽在我们 Facebook 的专页。那大家只要在 Facebook 这一支影片下留言，你想要这四款的哪一款，以及你一定会用到的 email， 就可以参加抽奖喽。我觉得这次我都很满意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 A 跟 C。A 跟 C， 我觉得这种长毛巾非常的实用，所以我也很满意，很喜欢。可以装牛牛的食便袋。小零食、牙刷 ，OK。希望喜欢这部片，喜欢请加小五，喜欢大家牙姐，点个九九一特别的旁边上，那牙姐打开香信没有茶会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来，然后怪怪的，再一个，再见。为什么可以上去可以九九给我再一句，帮我们下次见到，拜拜。拜拜。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哟。这个片尾是在三个人已经快睡着的情况下录出来的。比尔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比尔刚才在那个镜头后面睡觉，这样。对啊。